洲缩写是什么？亚洲的缩写是 ASRA， 是亚细亚洲的简称，是世界七大洲中面积最大的洲，其绝大部分土地位于东半球和北半球，传统上定义为亚洲、非洲、亚欧大陆的一部分，跨经纬度十分广，东西时差达到11小时，面积为4400万平方千米。亚洲地区跨寒、温、热三带，气候基本特征气候是大陆性气候强烈，季风性气候典型，气候类型复杂，在地理上习惯被分为东亚、东南亚、南亚、西亚、中亚和北亚。